战暨乐于学习中心的大姐们。哇、哦，他们的表演非常厉害哦，是结合了古风舞、还有现代舞以及这个原住民的韵律哦，这种一个集大成的表演。究竟这样三种不同类型舞蹈的结合会带来怎么样的火花呢？那我们继续的来掌声欢迎中正社教站暨乐林学习中心带来的现代古风舞。Thank you.
感谢中正社教站暨乐龄中心的姑娘们带来的古风舞表演。